知道你是小云的手下，我还知道你们的背后另有主谋。怎么样，侯爷说的没错吧？那个幕后主使之人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不要让我生气，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。侯爷，婢子真的不知。婢子只是个下人，怎么会知道主人们的事情？哼，前几天我亲眼看到你深夜从角门溜出，你做什么去了？那是奶奶让婢子替她传递消息。哦，婢子所言句句事实，求侯爷开恩，饶婢子性命。你是如何替你们奶奶传递消息的？每次奶奶写好纸条，婢子潜出府去，将纸条放在江畔兰心亭的栏杆之下。兰心亭？哦，就在浔阳江畔的石滩上。看在你不是主谋之人，侯爷便不难为你。这样吧，我写一张字条，你立刻送往江畔的兰心亭。是，是。小云，正是，她是薛青林的夫人，听口气好像是黄国公的后人，两年前潜入侯府，似乎是要找一件什么重要的物事。找一件重要的物事？听他们的对话好像是的。
他要找的与锦娘要找的会不会是同一样东西？大人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。元芳啊，这个情况很重要，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事件的判断。你继续说下去。本来我想出手相救，可转念一想，而今的局势尚不明朗，还是不要打草惊蛇。你说的很对，不能意气用事，破坏大局。元芳，明日你三探平南侯府。是。你我之间就不必拘礼了啊！怎么，你这位县令大人亲自上阵呢？大人，您看看，这都是被平南侯府欺诈过的武平百姓，情形真是令人发指啊！是啊，小小的武平县，就因为出了个平南侯，竟是百姓遭难，不知皇帝看到会作何感想？大人。昨日您的钦差大令一下，可真是大快人心呐、武平百姓拍手称庆。他们应该感谢你这位青天大老爷啊！自永中一到武平，就蒙大人指点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还不都是大人之功啊？林县令勤劳公事，深受百姓爱戴。温大人，你手下有这等好官，也算得上是江州之幸。大将军说得好，温开深有同感呐。事务繁忙，卑职就不陪各位大人了。好，快去忙吧。大哥。老五，怎么样？想出办法对付这帮恶贼了吗？大哥，小弟已经定下巧计，引诱杀害四哥和六弟的凶手上钩。今夜在江畔的兰心亭中，我就要让他们以血还血。啊，太好了！需要哥哥做什么？大哥，狄仁杰可能已经发现您身在武平。什么？这？因此，您绝不能露面。就待在府中静候佳音吧，此事一过，马上返回江州。今天夜里所有的恩怨都会了结，你也就彻底解脱了。哼，说得不错，我当然会解脱，可你却永远不能。哼，来啊，在，带夫人下去梳妆更衣。是。
慢慢的走到兰心亭中，背向栈道而坐，不许动，不许回头，也不许出声，否则立刻射死你，明白吗？你们这是白费心机，我的人绝不会上当。少废话，过去。哎，快！侯爷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啊，好了，去吧。嗯。不会走漏风声吧？放屁！世间只有侯爷和我知道，谁会走漏风声？小子多嘴。哎，师爷，您看那边。只要他们进入厅中，立刻放箭。是是。
老五！啊！哎，你是谁？自己马上就要死了，这就足够了。真的是你？哎呀，真想不到，你竟能够听出我的声音。好狠毒！既然你已经听出了我的声音，那就不必隐瞒了。其实我是怕你伤心才穿成这样。为什么？其实在这20年当中，我时时会感到心惊肉跳。你们几个活在人世上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对于我来说永远都是个威胁。一旦有一天你们将20年前我们做下的那桩事情说出去，那我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终于我等到了这个机会，现在我总算可以放心了。大哥，你好好的去吧，每逢忌日兄弟会给你上柱香的。你去吧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侯爷，您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哪有刺客？啊？怎么，侯爷没看见？我看见什么？刺客呀！哎呀，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两个人，哪来刺客？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，这才进来瞧瞧的。是是啊，哎，怎么不是你们喊的？是院子里有人喊叫。啊，院子里？正是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与大老爷在此叙话，尔等再也不要进来罗造，明白吗？是，还不退下？是，快退下。大人，元芳怎么样？大人，
果然是薛青林，你亲眼看到的？正是，卑职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。冯万春倒在了薛青林的铁锤之下。真的是他？怪哉！大人，您说什么？啊，冯万春呢？身受重伤，卑职已将他带回府中。走，去看看。大人，哎，这就是冯万春。哦，心脉震损，一直吐血不止，伤得很重啊。元芳，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？卑职当时正在府中查看，忽听东厢房传来一声大叫。来人呐，有刺客，快来人呐，抓刺客。啊，怎么侯爷没看见？我告诉你吧，抓刺客呀。哎呀，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两个人，哪来刺客？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，这才进来瞧瞧的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他为什么处心积虑大费周章一定要除掉这几位异姓兄弟呢？以卑职看来，薛青林与冯万春等人之间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，一定要救活他，否则此事永无大白之日。快点，快点！啊！侯爷啊，全是咱们的人。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早有准备啊！我们中了埋伏。他们是什么人呢？废物，都是废物。Thank you.
谁？是谁？啊！有种的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关吧！不不不，放你娘的关！你怕老子不死啊？你们去看看，府中还有没有活着的人？快去！是是是，把他放下！快快快！还有活人吗？伤不要紧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你们退下。是。今夜我率人扫荡了平南侯府，搜遍了每一个角落，也没有找到那封信。什么？扫荡侯府？是啊，若不是你的身份暴露，我也不会行此下策。是属下无能，卧底两年未能完成任务，请统领责罚。
好了，这也不能怪你。看来那封信并不在薛青林的手中。我也这么想。在侯府两年时间，所有的地方都查过，最后才发现了那间暗室。我先后两次潜入，找遍了暗室中的各个角落，却没有发现丝毫踪迹。你知道，薛青林是个极端自负而又多疑的人。如果信真的在他手里，他是绝不会将信藏于别处的。嗯。统领，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问。你说吧。这封信究竟存在不存在啊？哎，这一点我也说不好。但上面说有，那就得找到。依我看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掉薛青林。此贼一死，信的事便不了了之。解决薛青林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到那封信。在此之前，薛青林绝不能死。为什么？这还不明白吗？只要姓薛的活着，早晚有一天我们能够查到信的下落。可一旦他死了，线索便彻底断绝，找不到信。你想想，上面能饶得了咱们吗？小云，嗯，你再仔细想一想，还有没有别的可能？别的可能，锦娘。你是说那封信落入锦娘的手中？很有可能，否则以薛青云的身份和地位，区区一个小丫头，怎么值得如此大动干戈？这个锦娘现在何处？不知道啊。据薛青云说，是逃走了。不好，不好，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。小云，事不宜迟。一定要尽快查出锦娘的下落。是。统领，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问。你说。你是怎么知道我落入了薛青林的手中？哎，不是你在兰心亭中留字，将薛青林的计划告诉我们，我这才连夜安排兰心亭和平南侯府两路并进啊。我留的字？难道不是吗？昨天我夜探后堂，被薛青林所擒，一直关在暗室之中，并不知道薛青林的计划，更不可能到兰心亭中留字啊。什么？那字条不是你留的？当然不是。啊？字条在哪儿？是谁？这张字条是谁留下的？别的先不要管了，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锦娘。是。
往那边看看。别去了，挺瘆人的。瞧你那点胆儿，走吧。有火光，火光的，兄弟，别是闹鬼了吧？你别吓我啊！哎呀，哇，这可真邪了！我说，你在这守着，我去叫人啊。那你可快点回来啊！哎呦，知道知道。听是方闹鬼了，闹鬼？是啊，我们亲眼看到的。走，去看看。是。怎么样，大人？性命已无大碍。啊，你们要细心维护。有事立刻向我禀报。是，请大人放心。我们走吧。元芳，你对此案有什么看法？卑职以为应该可以定案了。说说你的想法。从今晚卑职在平南侯府中亲眼目睹薛青林击杀冯万春之举来看，已经可以定论，发生在江州馆驿的黄文月被杀案、武平平阳客栈葛斌被杀案，以及江中渔舟之上的张吴被杀案，凶手并非黄国公李矮的后人，而是平南侯薛青林。据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，确实可以这样讲。黄文月、葛斌等人与薛青林的关系极为特殊，他们都是20年前构陷黄国公的元凶巨鳄。而薛青林呢，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欲将这五人除去。于是他暗入江州，潜入馆驿，先下手除掉了黄文月，为的是引冯万春四人来到武平，而他则在这里巧布机关，将这四人一一除去。作案过程中，他巧接20年前黄国公的冤案，欲将我们引入歧途。一切都若合符节，似乎是无懈可击呀。现在要弄清的
就是薛青林的动机。他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才会设此毒计？这件事情只有等冯万春苏醒后才能问出根源。元芳，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？大人，您说什么？你亲眼看到了薛青林身穿黑斗篷，以铁锤击伤了冯万春，因此你断定这个连环血案的杀手就是薛青林。不错。不管从道理、情理还是法理上讲，这都是没错的。因此我只能问你，相信自己的眼睛吗？您的意思是？有时候眼睛也会欺骗你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